只是通过跟 Z3 合作，我们可以把原有的机器改成全自动化，可以把聘请人工缺陷的问题减少。这个电脑可以把所有的机器提升到自动化。通过这个合作，我们可以帮助凯驰的顾客以廉价的方式提升到自动化。这就是我们的云端机器人的产品，它是也是叫做 Transformer。我们就把现有在市场上现有的机械清洁机器把它改装，用了这个智慧脑把它装上去，让它可以不再需要人工操作的方式，自己自动化地把这个机器做清洁的工作。而且我们把数据也传到用云端科技传到后端，用电脑来控制，就是在无人在场的那方面也可以自动控制机器的操作和监控清洁的程序。